多谢你，特别弄给你这么麻烦。那安尼讲啊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，嘛是我心甘情愿的。静宇，你赶紧进去啦，代志一定好得解决的。陈雅，你一定跟我打算讲的对不？你不要做一锤摇头，把政府拢毁掉好不？你放心啦，你交代的代志，我一定做甲到。迄敢不是静宇？伊个囡仔这么无精神，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高大志，佮有啥物要交代？可能是有重要代志要处理，可能赶紧过来。是。静宇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伊那边个波都控制家己的情绪，我该打当个报告出是你要变吗？告诉兄，青宇，是你哦，我没有家。我，我是你妹啊，所以你怎么都不回去？你是我妹啊，这句话我可以头一遍听着。静宇，你刚才跟我讲你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是要做到这么大的雨，你还坐在人家里受伤？我爱你，也不过你不爱我，你爱另外一个女孩啊，不过你还不肯承认你爱她，题目有够难改，难改到不知道是怎样这么痛的，哪会这么痛，痛到不敢说喘气。静宇，你别再打了，再打会受伤啦。你注意啊，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爱，我想要一个人在这安静一下，你别管我，你回去啊。哪里好，等你想要回去的时候，再跟我说。怪事情嘞！啊，等下，我替你叫。其实你才是那天晚上，那个外人对吧？你怎么用这样伤害我？明知我的人是小雨，你现在会当夺走我的情人？为什么你还这么卑鄙，这么高明慧？你一是保护者的身份，常常跟在我身躯边，我一直跟你当作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的亲人。不过结果嘞，你想讲，要跟我连你跟我死心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静宇，别跟我！你老黑面讲你是我影，你来好意思跟我讲，不管我行去其他倒位，你就要守护我到倒位。对啊，你是我影，也不过你是乌影。你跟我人生拢打掉的，我已经我都惭愧啊！你哪会这样残忍？你哪会这样？快乐啊！
你，我无可能安尼做。静宇，你这个世界上，上无可能伤害你的人都是我啊！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你艰苦，我看到你艰苦，我的心都对你疼，甚至比我还痛苦。不可能，干爹遐尼疼我，伊要哪有可能叫你来为着我准备？不可能！我无骗你，我讲拢是真实的。我冇真够为我所做一切啊！我冇做什么当面用你忏悔，也唔过我无法度还袂当的。大家对我兄弟有救命之恩，所以我才会当选择。在爹妈收到你的身躯边，用我自私人的时间去弥补你，去让你赎罪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袂听，我袂听。你都是我伤心的美人嘞。我唔敢恶梦，你会当原谅我？要不过我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当弥补你。不管我做啥，我都愿意。这个小孙，既然你讲想要弥补我，好啊。那安尼，我就亲手要甲你碎尸万段。等你死在我面头前以后，我才要找干爹问好清楚。过去你是伤天我的人，也唔过。现在你已经死了，以后永远永远都对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去了。